大家好，欢迎回来猪仔包的生活频道。今日猪爸和猪妈和两位朋友一起去到米埔、三贝河和锦田河看雀。虽然今日的收获不多，但总算都叫有些片和相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废话少讲，即刻去片， go go go！ 四年前猪爸猪妈和朋友 K 和朋友 J 在米埔看雀，四年后的今日，这四条友再次出动照板主碗。揸车的朋友只要沿住青山公路米埔段行驶，见到妹视察咗就转入去淡江洲路，再一直直行就可以去到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斯科特访客中心和米埔教育中心。到了，可惜装修之后的访客中心停车场已经不可以就这样揸入去泊低了。访客中心好新好靓，有一块电子资讯板，包括了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地图、即日的潮水资讯和最近的雀鸟记录等等。有自然采光的屋顶，有个赛马会环保廊，简介一下马会场地的生物多样性。亦都有得意嘅水濑。靠你啦！今日虽然你又冇雀仔书，又冇双筒，流都晕啦！呢班人。户外嘅位置就可以睇到出边鱼塘嘅景色。参观完之后，即刻出发去睇雀。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装备：有单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Canon Power Shot， 同埋香港级华南鸟类。我哋首先转咗去教育中心个方向行。结果就冇咩收获。于是我哋沿淡江洲路行翻出去。繼續搜索，呢個哦，照影可唔理，有背光喎，但係你睇下錄到噶啦，到啊，見到，幾好啊！係啊。
抛紧痕。做咩？去捉鱼啊？潜水。包佢咁耐嘅可以。可以用。咁呢只系咪就系猪颈？系啊。炒住先啦，好过瘾啦。超啊！我讲想讲乜嘢？由于米布太过静，所以我哋决定转场，就出发去南新围附近嘅三贝河同埋锦田河。由于潮退嘅关系，所以一嚟到就有啲雀可以睇到啦。后面嗰只系个物啊，系嘛？你唔系好多行咧，即系嗰啲皮黄。人太道具，冇道具。影到佢食啱啱。搭騎佬係咪塊面咧？定係塊？係啊。即係嗰個黑色嘅，嗰個黑色即係上身嘅。佢個框唔框得曬條頸啊？框得曬，就唔係環境啦。應該係。好細只，第一次出。都唔係啊，都細啊，頭唔清楚啊，細身份啫嘛。
整啲 education material， 做啲聯絡嗰啲咁嘅嘢啊。即係主要做基本上，真係出嚟做緊，好緊。唔知啊，咁繼續啦。佢要喺度硬硬硬硬嘅，唔知一個忙。咦，釘啦！釘咩啊？咁硬殼其實釘蟲咯。吃嘢啦！唔知啊。我拗緊痕啊！你講嗰只赤頸鴨，係咪個頭頂橙色嗰只啊？係啊，啡色嗰只。我錄緊佢拗翼，肥嘟嘟應該係啦，正面望緊咯依家。拍到佢成只鬼咁喺度屎噶，睇吸物。咁嘅聲音係有個勾，有係啊，有一隻有勾頭先對面，活著一粒粒。頭先見佢喺度咧，不停咁樣行嚟行去，嗰啲會變快。細細只嘅，真係瘦嚟。唔使唔使，以後用下機會。你睇我啲片幾頂，叫你買 Canon 噶啦。
話係我就話係㗎啦。你而家跟住啥？影緊，錄緊。俾個側面嚟睇下喂。睇完咗，我哋就指定动作出发去过桥面档食霸王鸡。太辣鸡。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观众有兴趣再睇多啲雀嘅话，不妨留言话俾我知。等我再拍多啲俾大家睇，拜拜！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仔，记得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揿埋隔篱个钟仔，下次出新片你就一定唔会错过噶啦，拜拜！